走到两旁摆满各式商品，老字号五金百货店仿佛好邻居般的存在，24小时营业，满足各种需求。像是罕见的老鼠笼，或是小猪铺满，还有又潮又复古的阿嬷购物袋，以及工地帽和工作用手套，甚至连普渡拜拜很实用的插香器也找得到。在地化的人情味吧，就去小北百货的每一笔交易，每一个商品，其实卖的不只是一个购物的体验，而最重要的是卖一份感情。成立27年的老店，全台已有148家门市，今年持续展店，总目标500间门市，竞争对手来势汹汹。美妆生活品牌旗下五金零售百货，去年底全台共有21家店，预计今年加速拓点，年底上看51家。我们希望每3.5万人的一个商圈，就能够开设一家五金百货的一个门市。不仅提供生鲜熟食，空间感也有别于传统五金百货，背后有着美妆生活龙头富爸爸加持，双强各有此中客群，抢食全台1年600亿五金零售商机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